姥姥，隔壁家吃火锅，饿得都跑到我家来了。他呀，中午吃面条，你哪只逼着问他吃火锅了？你不会做，我们就去城里吃呗，又不丢人。臭小子，你等着，姥姥给你上一课。姥姥，你不是做火锅吗？炒的菜你来干嘛？姥姥，找找肉素的，我要吃肉。你小子嘴还挺挑的，姥姥等一下给你弄。 姥姥，这玉米好吃，我喜欢吃。好，姥姥给你做饭几个。姥姥，你不是要做火锅吗？把我带这来干嘛？你不是要吃火锅吗？姥姥在河边给你做，怎么样啊？姥姥，这个又清掉，我喜欢。姥姥，这好香啊！你搞快点，我都饿了。别急，马上就好了。 姥姥，快等我！姥姥，哎，爷爷来了，我大老远就闻到香了。嗯，姥姥做火锅，马上就吃了啊。爷爷好吃吧？好吃。姥姥，第一次在河边煮火锅，嗯，叔叔，以后你想在哪吃就姥姥就在哪里给你做哈。好。爷爷快点吃啊！嗯，马上弟弟来了，给你吃啊。 嗯，好吃，你吃牛肉，嗯，吃你吃，嗯嗯，好啊，这好香啊，好吃吧？嗯，好了，我把碗拿来了。老弟，你怎么才来呀？下次不贪玩了吗？抖音。